同心，大家好。看到这些少年呢，啊，甲看到大家的面相，大家足有福气的啦。我哪会安尼讲？阮拼啊，差不多要四五年啊，美国。迄、那个叫做国务院，哦啊，照这个宣布，宣布讲要予台湾自治。以前根本就无爱甲你讲，李登辉总统做十三年，伊讲要。会神啊，美国啊讲袂杀你，阿扁啊总统，第二任的时，伊讲要参加联合国啦，用台湾共和国的申请，要公投啦，美国啊讲，你是麻烦制造者。有这个事实啊无？大家足清楚，所以你来参加，啊，就这个信息，阮为第一届无卡，今仔日才有这个信息，所以讲，恁是毋是足有福气的人？所以要阁拜托大家。这是正确的，啊！恁有福气，福气袂使家己分享啊，爱报予你的好友、你的亲戚，拢来参加。啊，第一，佮介绍来上课；第二，来请示问情。秘书长有交代，咱遮的拢是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拢以后咧拟定政策的时，爱考虑到咱遮的人，哦啊，所以我头拄啊，甲大家恭喜讲，恁大家足福气咧。阮我拼几啊年去啊，安尼大家唔知知影这个情形啊无？咱来请咱啊同心吼，啊干了服务的来放啊迄、那个报纸的迄、那个等于《苹果日报》的报道。你看，安怎讲？这个自治啊，唔是予你独立呢？啊，那要予你独立？李登辉总统，伊就袂甲你讲，不可以会审，啊会审就独立吧，啊流亡政府就独立啊，欸，啊过来，啊边啊申请参加联合国，用台湾共和国去申请，联合国甲你退下。连开都无，到尾啊，伊讲要来实施公道，讲
因为一挂台独大佬，伊认为住伫遮的人都来决定遮的主权，这是误导了咱本土台湾人，所以和一挂台独的，伊讲安尼。这就是台湾独立，这个主题啦，主题面顶要人呢，大家读一几期啊，已经结束，咱今仔日是啊闭幕词，面顶有啥物人？哦，足足甘心，伊也足清楚。伊讲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啊，实际上就是安尼啊，这种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所以这拢足清楚啦，免一挂遐台独大佬，啊，一挂遐哦做啊，因认为。啊，因以后就是要予大家来主持啦。我阁要阁问一下，现在有申请身份证的人，举手一下好无？哦，足感恩啦！这足清楚啊！哪会不爱叫别个单位发晶片身份证？有诶用 copy 诶，内底拢无晶片，啊是安怎咱这个单位叫晶片身份证？咱爱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唔好去有其他影响去。哦啊、当然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这三天来所学习的、啊、用 PowerPoint、啊、跟大家介绍、啊、这都可以去扩展去跟你的朋友去说跟我头拄啊说的话你怎啊讲好听台湾人做总统，隆重一个啊，十三年，一个八年，啊，第一年有啥物改变啊？无，无嘛，啊，所以这是事实。啊，那最近才安尼讲，美国。啊，助理啊，国务卿啊，安尼讲，好啦，安尼即大家感谢大家吼。今晚要阁甲大家讲，咱的标准服装，因为咱出去要去分传单啦，好，要去。对咱的公交车，要去斗三工也好，咱的标准服装是安尼。这是安尼是咱的标准服装，一定爱有黑色的西装，啊，查甫查某拢是黑色的。西装啊，有七顶帽啊，啊，十波当然正式的服装一定爱白啊，衬衫啊，衬衣啊，这里白色子啊，爱有领带，哦，是安怎？这个规定
咱阿爸呀，收分出来，初级班、高级班，搁点招的，啊，搁来职业专门，你要做多一部门，啊，来算一下，啊，来参加点招一下。后摆出来，咱拢是决策者，拢是啊。咱民政府的重要的干部官员，所以咱出去一定是安尼，这个服装。好，啊那因为初级班，刷了高级班，要去日本啊，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来日本见天皇，吼、哦！你若高级班同啊毕业，啊，咱有发一张证书，啊，我会使参加咱要去日本的资格。啊，出去那安呢？所以大家事先甲大家讲。大家小传的，吼、哦，安尼才会对得到阵的。无讲要来参加，我服装无啦，啊，你服装无要搁做嘞，搁了的时间，搁涂嘞，我啊，你涂啊，这班车搭不上。你若要来考军校，你若无咱的服装，歹势哦。要来考也唔予你考啦，所以甲大家啊讲，啊大家祝福去咧，啊都这都现现伫咧，啊大家若未啊个进一步去穿这个物件吼，你上班还是你放弃？啊，这是足吃亏的。好啦，啊，我即摆要照我的准备的 PowerPoint 吼，啊，甲你甲大家介绍一下，互你看一下。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啊，的重点啊，要甲啊大家介绍讲。这个是长老教会的人，啊，伊讲马英九，因为马英九讲伊的首都伫遮南京啦，伊的首迄阵啊话讲首都伫南京，啊，伊讲伊咧出卖主权啦，吼、哦，伊这個。安尼报道啦，啊，咱该想想呢，啊，都伊都是中国人，啊，都伫南京来是正确个呀，所以咱啊来有上课了后，讲个啊，你爱去判断，吼、哦，所以讲大家转去，啊，都爱去看新台湾论，啊，那新读过新台湾论。咱就感觉讲，伊安尼讲，也无啥物唔对啊。好，啊，予大家，因为咱提这個，因为咱足尊敬的啊，迄、那个罗牧师吼，咱也足尊敬伊。问题就是，可能台迄、那个新台湾论吼，较无清楚啦。好，啊，所以，予大家知影吼。我即马就是讲，咱啊去拜靖国神社，啊是安怎咱要去拜靖国神社？啊，要甲大家讲，就是讲，
四五年四月初一，日本已经把台湾按照国际公法列为日本跟台湾是不可分割的。1945年四月初一，迄阵啊开始，迄个时阵，都选出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参加东京的国会。那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的参加志愿军，也是调，因为咱迄阵也是因的国民呐，调兵去参加战死的，拢家己服侍新支牌啊。在这个所在叫做靖国神社了。靖国神社，安尼就足正确个呀。靖国神社在咱的神之牌啊，咱甲一挂人讲，因根本都无要相信，根本就讲安怎？伊讲咱为带来的呀，干那讲咱为带来的啦，讲恁祖先带啦。我甲讲，阮老爸我叫奥多桑，阮老母我叫卡将，伊咧叫我。讲福米啊，福米哦！我是叫福米希克啊，张文彦啊。伊朋友讲，恁祖先为带来，祖先为带来，伊就是要用这个啊。伊讲为祖先为主，你就是什么人啊？的观念啦，这就是啥？我若要安尼甲你讲，大家爱会记哩。美国人拢为英国来的较济，你敢问美国人，因是倒一国人？美国人拢是英国人。大家去想啊，一挂朋友会碰到，一挂朋友会安尼甲恁讲，讲恁祖先安尼来，我有，我去看阮的祖先，都即马捡起来浸塔底下，甲摕出来看看嘞，两个翁啊，唐三祖啦，干那两个翁啊，没有看到唐三妈啦。这就跟林玛丽马开医院做我们的 DNA 的血液调查，我们大部分都是什么平埔族的啦，就没看到唐三妈呢。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可能在召唤，还是罗汉卡，根本只有单亲过来念咧，看到平埔族的就甲做结婚，唔只迄阵足流行啥物，红酒的啦，较早足流行啊，红酒的，就是安尼的情形啊，啊个。
个咱爱去了解吼，爱个去了解。咱有一个案例吼，有一个咧，那咧结婚，那咧结婚，什么人坐大位？啊，这就是平埔族的惯例啦。你若不是平埔族的，那叫你去蘑菇坐大位。蘑菇是啥？查某这边的兄弟呢？嗯，啊，等查某这边的兄弟去坐大位，这就是以前罗汉卡登山过台湾来这去红烧，吼、哦！啊，所以要结婚，就请蘑菇来坐大位，这拢爱好大家清楚。搁记一个咧，迄是外国一个咧，美国人伊袂讲伊是英国人。你问新加坡的人，讲恁是中国人，新加坡的遐人去着袂甲你骗。伊讲阮是新加坡的人啊，所以咱去用洗脑洗甲足清气，逐项都要甲你骗。连咱是战败国的子民。伊甲你讲，你们是战胜国的啊同胞啦，回归祖国啦，光复节啦，拢乌白骗啦。啊，迄个光复节咧，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咧，所以大家拢无清楚。啊，有诶讲228事件。咱的这个世界各国无站出来反对，咱大家去想安尼就好啊。伊要甲咱解得，伊啊，日本政府来讲啊，要甲咱解得，咱是中国来，英国、美国都出来反对啊。啊！228事件拍死遐济人，奈无出来反对，大家唔知知影这个原因咯。重点就是，你是战败子民，你必须要接受命令。伊甲你骗讲，你是这也是战胜我的同胞啦。啊，既然讲我们是战胜国的同胞，我去请愿啊，我的结队啊，来抗议啊，机关枪甲你甲你扫，应该嘛？您是不接受战胜国的指挥命令，枪毙。世界各国点点啊！啊，这咱这啥？去让洗脑去啦！所以大家去想看卖，实在足冤枉的。咱的一挂遐精英，甲你用欺骗的方式，你们现在都是战胜国的人民啦！啊，规定来，要来请啊请愿，啊要来跟政府谈判。啊，伊的规定你唔听话，机关枪甲你扫，正常啊。所以大家转去啊，去想看卖咧，好、哦、去想看卖。啊，这咱。去美国，吼、哦，华盛顿 DC， 啊，这我看，这拢不爱讲啊。
伊这吼唔敢讲啦，啊，他都来已经好看的才讲啊。我即卖要甲大家，这两张大家一定足清楚。咱去买，对，拢有，是咱个美国啊总统个地方法院啊。高等法院过到遐去，啊，这哪爱会记哩？五点判决，五个判决，第一点是啥？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是咱无国籍，啊，是安怎无国籍？啊，到流氓政府来讲。恁遮个拢是中国人啊！迄国籍爱恨我自愿，也是意愿，我来申请。唔是啊，一讲讲恁遮个拢是中国人，所以英国甲美国拢抗议啊！我看上课的人一定有听到这段。哦，我唔爱去讲遮，要讲遮就是讲，咱第一回啊，九月七日华盛顿 D.C. 的酒店的时，美国啊相关单位啊，送这两百刀给秘书长，讲你提顿的，给秘书长，伊就足清楚。因为上咱岛的人，咱过了后，伊就经常跟咱的联系啊。所以，伊咧跟咱教台湾是美国占领，台湾有这个土地所有权是住伫遮的人。啊，这是啥？这日本二重桥，这是要去皇宫的道路，进到皇宫的地方啊。安尼是毋是足清楚？伊甲咱解释啊，伊也无甲你解释，甲咱送了。啊，秘书长知影了后。咱就啊，2010年，咱就去拜靖国神社啊，去拜天皇。啊，咱拿什么旗啊去？拿这旗啦。拿这支第二年咱要炸入去，去遐就去互因警察挡落来，讲这都毋是阮日本的国旗，你哪会使拿来？伊讲这支袂使入去。啊，到尾啊，皇宫内底敲电话。去个那个检查哨，哎啦，这支会使放入来啦。啊，你看，这支是啥？哪会使入去？原早，干那这支日本旗，去遐清一色个，这支啦，咱这个旗，咱的行员，大家拢也安尼啦。伊讲这个会使入去啊。第二年，那安尼入去。第二年啊，搁一个警察部长，写一个先头部队，甲咱带入去啦。
安尼就足清楚。第三年，咱啊一季也过入去，啊，所以你要去参加多一个单位，愈来愈济，尤其个啊，迄、那个父亲阿表，因遐讲因是。啊，民政府啦，还是什么啊？什么单位啦？啊，这个机啊会得入未？啊，其他机啊敢会得入未？佮现在拢无啊，所以你得爱足清楚。啊，过来，即大家拢知啊，美国行政单位应该主动协助本土台湾人。所谓本土台湾人，就是代表咱这个人啦，其他不是本土台湾人，唔只会叫咱去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事处。哎，阿姊嘛。民进党的啊，现在有那个党主的补助，民进党有他领多少？每年编预算，里头有3亿，啊，这3亿啊，伊就摕1亿去华盛顿 DC 我设一个办事处，伊也讲伊是。代表本土台湾人，以前美国跟咱联系，叫咱去设办事处，伊看到咱设办事处，啊，伊即马有钱啊，伊也去遐设办事处，啊，设个办事处就比咱较慢啊，啊，这就是小美琴。讲，阮以后若要改台湾民政府，啊，这就是美国那边甲咱透露的，咱才会清楚。真济代志，大家拢唔知，啊，所以美国也无要透明。所以大家才不清楚，尤其是海外的本土台湾人，那有咧看咱这个闭幕式这个节目的时啊，啊，你爱觉悟，咱这是确实啊，爱主动协助。单位，这样主动协助的单位，第一就是设办事处啊，咱个即摆要有办事处底下，叫人来办事啊，身份证啊，佮甲咱讲成立参议院，咱也成立参议院啊，啊来台湾。权力法案提出来看卖咧，应该大家有一本吧？提出来看，这本足重要。根本有诶政党啦，有诶虾米团啦，有这本也无。因有哦，所以要去跟人讲，讲一个互听。咱哪有遐敖？
那么美国一步一步甲咱教，啊，咱有法度叫咱参加一啊，成立一个参议院，啊，参议院通过咱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来去去，拢予美国啊看过，拢总来来去去三摆。美国讲好，安尼会杀你。咱只定案，所以要甲大家讲，啊，要甲世界本土台湾人讲，赶紧回来受训。啊，若介绍你的亲戚五十。利用回来台湾的时来参加受训，来办领台湾身份证。这就是支持咱啊，咱吼、哦，大家是去告美国的，吼、哦、啊，美国政府唯一支持原告台湾啊，所有的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不要上当，这点啊，有的打电脑去哩，我那台湾民政府，我那看来去看来讲诈骗集团，啊，打去哩，拢是诈骗集团，有诶都惊到死啊！这拢是啥？我要直接宣布，民进党。姚嘉文在教会在说台湾民政府，他说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啊、我要请问姚嘉文，台湾民政府给诈多少？这爱好姚姚嘉文家己来讲，咱以前足尊重伊的，吼、哦，有一挂迄个台独的啦，啊，甲本土意识在前辈，咱出足尊敬，但是这是正确的。照美国的交代，一步一步在做，说我们是诈骗集团，超工要把我们扭比较慢的、啊、这是什么、所以说要在这里把国外本土台湾人宣布、啊、唯一啊，支持的单位啊，唔好上当。其他时间上的问题啦，我今晚要来放一个迄、那个影片吼，迄、那个影片是咱五十，应该是五十八届吼。咱访问团去美国啊，使用咱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哦，啊，咱要来放给大家看，哦。李定、秘书长，所有大家兄弟姐妹平安。
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这就是外公让我来讲，拄啊五十六。啊，恁即马几期？啊，袂甲大家骗嘛？有人讲，叫咱摕即张啊，去换伊迄张啦。秘书长讲，啊，这毋着内裤咧换西装。所以哦，实在就爱予大家去了解啦吼。啊，今晚要阁放一铺三立甲人访问，吼，迄个访问，但是我还感谢三立，但是播一摆啊都无啊啦，啊毋着好你该早看着紧哭起来。哦，啊，咱来请咱的同心甲咱服务者。三立的访问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嗯、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嗯、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王道言，所以还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
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看这了后，我是感谢三立，啊，但是播一摆啊，都无要播啊，恁都24小时直直播，啊，爱甲咱讲，这张身份证是美国制造，唔才对，讲咱家己制造啦，所以第一是感谢。你有给我们报，但是 报道不实啦，说我们在这座实际上这是美国这座，我们收收的送美国，美国这座好，结果给人给人以前是透过 AIT 这专给人，我们要为为到这个啊正确性，第一摆拢是安尼，所以我要甲世界诶本土台湾人讲，那有看到这个报道，那有看到报道，你就赶紧有倒来台湾。啊，来回来这受训，咱若是爱足济世界各地本土台湾人出来，甲咱台湾民政府打拼，外援很多嘛，世界每一个所在拢爱有啊外援嘛，以后互咱啊自治。啊，主体就是民政府天皇，啊，咱家己来管理，咱也爱有一挂外援伫外口嘛。所以，也请世界各地，然后咧看咱这个啊网站呢，听到今日啊，甲大家讲的，赶紧转来，来为台湾未来的子孙打拼，感谢大家，今日到这结束。